我喷枪炙烧鳕鱼白子，烤到微焦，不止蒸蛋，放上生鱼片冻饭也能是秘密武器。不过这白子其实就是鳕鱼的精囊，有丰富蛋白质，也是日式料理店内的高档货。大火快炒再加进姜片和麻油提香，乌鱼标也是每年乌鱼季必尝美食，用的就是雄鱼的精囊，特殊部位做成料理，还有这恐龙蛋。网友买回家以为是鱼卵，问专家才发现是鲨鱼精囊，外形都超特殊，几乎只有老饕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个是男生吃的吧？我们去海港会看到乌鱼标这个字，可是从来没吃过。民众几乎没看过，但价格其实差很大。南部常见的鱼腩佛其实就是虱目鱼精囊，一台斤要价240元，乌鱼标贵一点，一台斤400到500元，最珍贵的鳕鱼白子一台斤要1500元。标嘛，就是男人吃的就是壮阳嘛，女孩子就是吃的就皮肤会更滑润啊，然后就短一短一这样，感觉这更漂亮。有没有用因人而异，特殊料理部位大揭秘，但要吃下肚得先有点勇气。三星雄张宏进台北报道。